联经出版40周年，名家名著真诚推荐。我是高新燕，自由与文学的作者。这本书结集我在世界各地的演讲，也可以说是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总结，也是对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一个批评。希望能走出20世纪意识形态的阴影，开拓新的思路，呼唤现时代的文艺复兴。我是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在觉，为你推荐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的《论天人之际》。我们都知道，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最独有的特色，所有思想家都以天人合一的理想作为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。这本书对天与人的思想内涵的演变做了最完整的说明。我是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胡金伦，为您推荐政大讲座教授陈发明的《台湾新文学史》。这本书50万字，撰写时间长达12年，以独到观点讨论日据时代以来一直到21世纪台湾社会的文学发展，是目前为止最完整最重要的台湾文学史论著。联经出版每个月为你提供新创作、新观念、新视野。